王子英，念及师徒情谊，你认罪，我便留你在琼花。但剑宗宗主一职，你断难胜任。来人，去关。不必了。子英说的句句属实，你们为何要如此处置他？属实与否还重要吗？现在整个琼华只有我玄霄一人的声音，这才是属实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削发去官就更无悔了。念及慕容子英为我寻寒气有功，逐出山门。你不是一直想护佑苍生吗？滚去集仙院做个洒扫。还是师弟周全。做个洒扫也比这里干净。